大家好，我是苹果班，我是江小林，然后翻一页再讲。然后嘞，陈浩宇，然后嘞，来继续看图片讲，那个图片说什么？那个图片说什么？每个人都会怎样？每个人都不。然后嘞？那你说，我的故事说完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